今天呢要用一分钟来介绍这个聊心话大冒险的桌游啦。那聊心话大冒险是什么呢？那就是聊心卡的桌游，这个所以要搭配聊心卡一起做服用哦。那贝儿自己呢研发的是婚前咨询版，跟永诗老师还有我先生一起。那我自己会带的是一般版、梦想版、金钱版、生涯规划版，然后还有爱情版等等的。那这个桌游很有趣哦，它是需要一个桌游代理人的。那桌游代理人，如果你是报名我的场次，那就是我啦。那我自己呢是还蛮推荐玩这个游戏的，因为大家会先在一个地方嘛开始，然后就骰骰子前进。那你可能会走到一些探索自己的部分，有可能会走到聊心卡的问题，也有可能会走到就是冒险的部分，因为我们有冒险卡，很适合大家一起来玩。那人多才好玩嘛。那希望大家如果有场次的话，就不要错过喽，等你们哦。